多謝曬先，多謝曬。首先就係資本雜誌啦，同埋南華傳媒班呢一個咁特別嘅獎俾我哋東華三院。我知道咧，亦都係呢個獎項設立以嚟咧，第一個慈善機構咧係獲頒呢個獎嘅。咁非常之榮幸啦，代表東華三院咧，再一次咧就係多謝評審嘅單位啦，同埋咧就係南華傳媒。這個獎我相信就不單止是一個獎項，其實也是一個認同和肯定，肯定我們東華三院在過去的147年以來就是為市民提供各項的醫療、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就是的努力，可以說是一個以民為本的慈善標誌，那個 logo 我想大家看到都會很記得的。我們雖然我只是說過有147年歷史，可以是一個百年品牌，但我們一點都不老，不守舊，其實甚至乎是會與時並進，而且也是屢創新猷的。好像傳統的中醫服務，等我又買下廣告介紹一下，可能在座我們很多朋友都會看看中醫，我們在東華旗下都有很多不同的中醫服務單位。但是因為現在現代人的生活實在非常繁忙，基本上如果你去看完中醫，你又要去等執完藥回家又要煲，其實都幾嘥時間，又或者甚至乎是沒有時間。我們呢東華三院在上年都設立了一個中央煎藥中心，就是為病人安排煎藥同埋送遞藥包去到佢哋嘅屋企啦，或者佢哋嘅辦公室，咁提供一個非常之貼心啦，同埋方便嘅一條龍嘅中醫服務。咁可能大家就未必試過啦，如果下次有機會咧，可以去試一下。咁除咗其實咧，調理身體唔一定係有病都可以睇到中醫㗎。咁除咗即係睇中醫有呢個咁樣嘅煎藥服務啦，我哋仲出咗一個叫做中醫嘅 mobile app 啊。而家即係都係全部都係用手提電話啦，用 app 去運作啦。咁病人咧可以透過東華嘅 mobile app 咧查閲自己診症嘅輪候狀況。咁當你嘅籌號快到嘅時候咧，就會收到呢一個 message 嗰一個信息嘅提示。咁唔使喺診所度呆等啦，又或者錯過睇症嘅時間，亦都係便利我哋病人嘅求診。咁所以咧，現在看門診呢，整件事就 smooth 很多了。至於教育方面呢，我們近年就大力推行這個 STEM 教育，以科技是加強教育學的效益，達至全人教育的辦學理念。至於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呢，我們好像我們自己的社企單位 iBakery， 我想大家都有聽過，就是一間聘用殘疾員工的烘焙和餐飲店，產品是以健康無添加為主打，都贏得很多客人的口碑，令到 iBakery 打響名堂之餘，亦都係唔少政府高官嘅飯堂嚟嘅添。最新鮮滾熱辣咧，一定要一提咧，就係喺上個月底八月底咧，我哋東華三院嘅賣期日啦。我想睇下現場有冇人當日有幫襯過賣過期啊？因為咧今日有啊，多謝曬啊！因為今年咧，我哋嘅紙期好特別啦，我哋揾嚟咧就係人氣插畫師 Hello Wong 咧設計咗四款唔同造型嘅郵票嘅特色紙期，咁令到呢個紙期咧更加有生命力。咁我哋仲將呢個賣期咧同互動遊戲結合啦，咁等市民有另一番嘅賣期新體驗。咁所以無論喺街上邊或者社交媒體嘅反應咧都非常之好，亦都係贏到唔少品牌宣傳效果嘅。咁所以咧啱啱就同大家講咗有幾樣我哋比較新鮮啲嘅服務啦。咁喺未來嘅日子咧，我哋繼續咧係會以社會福祉為依歸，凝聚市民嘅愛同埋善心，一齊攜手幫助弱勢社群。咁亦都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呢一個百年品牌東華三院。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